小鹿，娶你们大三里面的女孩需要注意些什么？你说呢？我觉得力气得大吧，每天都得去干活，对吧？嗯，还有呢？那彩礼要多少钱呢？彩礼？啊？没听说过要彩礼啊？那需要些什么呢？还要会跳舞。会跳舞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这边有过木脑纵歌节，还有泼水节。哦。还有就是，你要对我好。我要对你好。对。哦。意思是我可以吗？不可以。还要能喝。喝水吗？喝酒。喝酒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这边都是酒文化浓重。哦，就是娶你必须得喝过你们寨子才能娶你是吧？对，我们寨子人多。又要会跳舞，又要能喝，还要力气大，还要对你好。对，阿姨，娶她的话需要多少彩礼啊？不用啊，不用，对他好就行，对他好就行了。哦，你看阿姨都说对你好就行了，那我一定会对你好的啊。再乱讲啊！我说你在瞎说什么？哦，那好吧，哎，走，我带你去个地方，神秘的地方，走。要是能娶到你，那不是多幸福？欢迎你来我家吃饭。今天要做什么好吃的给我吃啊？猪肉炒这个姜。还有天麻炖鸡。哇，你要给我补一补是吧？嗯，知道我最近比较操劳是吧？我不知道。哎呀，你真贤惠啊，要是能娶到你那不是多幸福。娶我为了干嘛？让我做饭啊？为什么不请直接请个保姆？如果请你这样的保姆一个月得花多少钱？那有点贵。多少？时光今晚回家。十万。缅币吗？这个是什么鸡肉啊？嗯，不抄他一下吗？就是在抄啊。哦，那我来抄吧。你看，我会做饭 ，man 不 man？ 我看着，很 man 是吧？那你先做吧，我出去玩会儿。你需要帮忙吗？不需要。我怕帮你倒忙是吧？我看，我再看你一眼。哇塞！拜拜。会做饭的女人真好看。孩子会做饭的女人真好看，这做好了？好了。哇，好香啊！我在外面给闻到这个鸡汤，哇，这个火好旺啊！你看，真不错。沿着回忆的话，要炖好了吗？这个鸡？像放学了，而我只是贪玩这枚雏。有点烫，你小心一点。能不能不做大人？你真的太能干了。有颗糖就开心的。如果谁娶到你，能幸福一辈子吧？啊？你会不会凶人啊？哇，看着真不错。给你点个赞。告别的，是你来我才做这么多菜，我给你推荐汤，要喝汤吧。好的好的。这是天吗？哇，大补啊！来喝汤啊，喝汤。哦，怎么有种大郎喝药的感觉？快走吧，直接拿去炖了。走。哎呦，力气那么大呀，不需要我帮忙吗？不用你帮忙。这什么东西啊？这是苦藤。这不就树枝吗？这是苦藤润肺的。润肺的？对。哇，这怎么卖啊？31斤。31斤、嗯。这里有多少斤啊？这里要称一下啊。嗯，你称一下。嗯、你要称的吗？对呀、啊。哟哟哟，力气真大呀你。17000克。34斤。哇，那么多。这个我买那么多树枝回去，你看我家里面以为我疯了。呵呵，没事没事，全包了吧，我看你可怜死了。要不要这个？这什么？木瓜，酸木瓜。我不喜欢吃木瓜。这山药。对，山药。山药可以来一点。山药炖排骨啊，炖鸡啊，这种。那你做给我吃吗？你想让我给你做饭？啊？那你要煲汤，我就去给你做。可以啊，煲汤可以。那我今天还是想喝鸡汤。行啊，那就煲了吧，去抓鸡。我要一只鸡，要那只花的。你不害怕是吧？为什么要怕呀？呀呀！走吧，你拿去吧。啊，我拿着吧，你手边的。行行行，我去开车过来啊。嗯，好。看不见，听不着，想不成。不到两个人的依靠，一个人一支狗，一杯酒，一夜